有没有人答 C？ 船只卸货以后即可通航。来，我听听你的想法。我觉得应该是先把货卸掉，然后再把船拉过去。非常现实。人没关系，先把货卸掉。船可毁，人可亡，货不能丢。这是自古以来商贸重镇的人，他这个价值观念上思维方式。你把这地板什么？踩了个洞。你穿的是什么呀？高跟鞋。你穿的那是武器吧？居然能把地板踩个洞。就是地板上他糊了一块纸，然后踩个洞。没事没事，他只要你只要别自己掉下去就行。我害怕会不会影响什么？不会影响，不会影响。你把那个修的款项支付给我们就行。行，好，谢谢。女生的高跟鞋太吓人了，把地板踩了个洞。我们在台里录节目，真有女主持人的高跟鞋卡在那个地板缝里，然后她一边说词儿，一边旁边的男主持人帮她往外，就是架着她的胳膊往外抬，她自己在那儿，上面看着还都没事儿，给一个特写，她脚底下在那儿，那个鞋就卡在那个地板缝里。所以不上台啊，尽量避免穿这个很细的高跟鞋。